一个人吃278元美味的粤式早茶自助，能有多快乐？可以体会到脂肪的愉悦感。真的呀，谢谢，太开心了。小姑娘说呀。哈喽，这里是辣辣油，已经连续忘了三次周一我不能开车，被教育了三次之后，今天我终于记得了，打车过来。这是一家米其林黑珍珠的双板餐厅，278元一位的价格，粤式早茶自助，也很多菜品无限量的去畅吃，还有九款的点心是每位只限点一位的，咱们去浅尝浅尝。他们家日常就是如果你单点的话，客单价在人均1000。好，您好，我预约了一位。哦，对，刚说你的，太好了，谢谢，开心。他问你身体好多遍了，真的呀，谢谢，记得点赞哦。我都点了，真的好看，谢谢。我坐这里吧 ，OK， 菜单到手了。其实去年10月份我来吃过一次，当时的体验感就非常好，黑棕鹅也很好吃，冰烧三层肉最棒，叉烧、玉米瓜。这一次我们喝鳕鱼羹，咖喱磷虾饺，剁椒鲜鲍鱼限点一味，虾饺皇蟹粉小笼包，松露菌饺也要两个，流沙包牛肉肠粉，鱼翅灌汤饺，做一个杨枝甘露。我上一次在一家粤式早茶喝了4杯橙汁，每一杯48，完了我又另外支付了48×4的多少？192。从小数学不好，语文一级棒，就是不听课不可以考班级第一的那一种。先这么一些吧。你好，我点好了。好嘞，谢谢。那边有没有什么记号？没有。服务很贴心。米其叉烧，先用手机拍个特写。肥瘦鲜煎的肥叉，蜜汁挂的晶莹剔透。我前段时间不是换了一个新手机嘛，旧手机就一直在闲置。后来我想，我可以找一个靠谱的平台给它卖掉。最近网上很火的那个转转 APP， 听说回收手机价格很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，而且很方便，像点外卖一样，在网上下单就会有人上门来收，像笔记本啊、手机、电脑、耳机、手表全都收。如果你也有闲置的数码产品的话，也可以去试试哦。吃我吃过粤式早茶里面切的最厚实的叉烧了，有部分。的油脂感增香，甜咸口，甜咸有动机。好嘞，谢谢。第一道，没想到先给我上了妙龄乳鸽，油光瓦亮的鸽子脆皮儿，淡淡的咸卤风味，脆肉厚又多汁。轻轻扯开鸽子腿，你们看它这个汁水，是只好鸽子。皮烤制的相当之妙，介于酥和焦的一个临界点。秒了之前所有家粤式早茶的乳鸽，拒绝拉踩。好嘞，谢谢。开始上一些凉菜，我唯一不好的点，它这只鸽子限量。我面前的凉菜一会儿会儿就齐了，脆皮肉其实也挺好吃的。糖油混合物里面的脂肪层绵绵韧韧的，配的白糖和黄芥末酱，但我更推荐你们蘸白糖，可以体会到脂肪的愉悦感。黄芥末虽然会解部分的油腻，但也掩盖了猪本身的香味。鹅唇红油凉拌，脆口的，很有嚼劲。泡椒加红油的一个酸辣版本，桂花加小番茄，整个身体都被腌制的非常入味，仿佛你在吃话梅一样。适度的爆汁感，一滴水都不想浪费。玉米瓜极度的爽脆，甜椒的一个麻感，喜欢这个风味。真不错，小八角，红红的，很可爱，看起来，哎呦，香料绝了，很有嚼劲，葱椒鱼头的那个剁椒风味。我们家凉菜都挺好吃的，墨鱼肠，简单的撒了一点海椒，墨鱼肠的粉末。这一道好像是杏鲍菇，分量拿捏的特别好。是萝卜皮儿，失误了。甜咸糖醋口是牛肉粒，小巧玲珑。焦酥的一个牛肉壳的外衣，那里是略带纤维感的牛肉干的口感，甜辣口，冷盘的猪肝，粉面感，丝毫不会有猪肝的腥味，淡淡的盐味来突出本身猪肝的香。谢谢。鳕鱼羹，很喜欢这种粘稠的汤羹，有点粉丝，里边有你们。之前去武汉有一家早饭，也是专门卖鱼糊羹的，有四季的鲜味，烧鹅我还是蛮期待的。烧鹅的风味丝毫不像是自助的出品，整个肉块很扎实，入口的质感嚼劲，它是卤制的皮，
目前吃到现在真的很经典。一个小姑娘说也看她的策略太好了。哦，水产鱼。上一次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，他们的菜式都很精品。现在的温度还有一点炭烤，外壳极酥，带着点空气感。那里的鱼肉极其的细嫩，东鱼鱼炸物本身的香味。胖发财了。过程中有一点像白毛须须的，那可以吃吃。好，谢谢。不要把你们吃进心里，垫底的还有一些炸粉丝，不放过任何一切能吃的。夜市牛肉粒真的好大块，难怪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。那里是五分熟还透着半生的牛肉，我太喜欢了。而且牙齿陷下去的那一刻，在你嘴巴里爆油水，明显煮的黑椒汁给味蕾带来极大的满足和愉悦。芥末大虾球，芥末奶黄酱，完美的刮风。刚出锅的温度让它外壳的酥脆度保留了恰到好处，它人的极度 Q 弹棒，特别幸福吃起来。金沙豆咸蛋黄是做而成的，有点扎米尔，入嘴细细沙沙的咸蛋黄颗粒感，一咪立刻散发出它的鱼香。豆腐真的太嫩了，像水晶的鸡蛋羹。咖喱青椰虾有种若有似无的泰式风情，它虾仁的品质极高，吃起来是非常鲜活的口感。垫底的一些花菜全是花菜，不太喜欢吃十一兰花，淡淡奶香咖喱的风味，海山果油炸的入花，野山椒的辛辣，吃起来特别香，外壳极度轻盈感的薄脆，有浓浓的猪油香和牛肉肠粉，鼻子真的薄如蝉翼。甜酱油来提整个鲜味，鼻子相当之糯滑。80分的肠粉，配料要再饱满一些就更好了。腰带给它松松，解除封印。喝一杯加冰的可乐，快乐源泉。鲜椒蒸鳕鱼，咸辣口。盐度适中，刚好突出鱼本身的鲜美，很好吃啊，好开胃，鲜爆，盐先点一味儿，很大个的凉面，厚实又弹牙，快抓住红牛加剁椒的一个风味。一个人吃278元免费的粤式早茶自助，能有多快乐？飘盘伴随着鱼子的爆破感，糖心的安全带。麻辣冰淇淋真的不是黑暗料理哦。的水煮牛肉，还没吃就闻到了这种油泼辣子的香味儿。滑口的牛肉片，很嫩鲜，很传统式的昆式水煮牛肉的风味，麻辣鲜香。其实我对水煮牛肉就还好，没有那么热爱。吃完重口的，咱再来点小清新的油炸过后的四季豆。四季豆真的超好吃，单边的做法将四季豆的水分完美的锁在里边，上面点缀了一些肉末，荤素搭配了属于是，红米肠粉，因为它主食类的分量也给的恰到好处，蘸点酱油提鲜。红米肠粉还是刚做出来，吃着带点温度的会更好吃一些。我现在完全凉掉了，就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最公正公平的评价。不像辣子呀，听说好评率也挺高的。紫姜又切成了碎碎状，我吃不来紫姜。像吃干煸的辣子鸡，鸭肉里完全进入了紫姜的风味。紫姜鸭是四川自贡的一道菜，我很喜欢吃自贡菜，典型的辣椒里边长肉。挑食成功，原谅我不能吃这个生姜。你们都说我啥都吃，其实我吃不来折耳根以及紫姜。反击位准备好，不是我的。好，谢谢。好嘞，谢谢。开始上蒸点黑松露水晶饺，点缀了一点鱼子，刚蒸出来的。一咬开，浓浓的黑松露浓香。
各种蘑菇在一个包体里开会。还有咱们叫的品尝品尝。哦，可以，我看一下。冰火菠萝油、飘香榴莲塔、麻辣冰淇淋、黑松露冰淇淋、百香果布丁、提拉米苏、酱型龙虾酥、流沙煎堆，咱就点一些甜品得了。我最爱蟹粉小笼包了，我可喜欢绿色了。生机勃勃的颜色，胖子面是蟹肉、蟹黄和一些猪肉泥。它上边有一爆破的小猪猪，竟然是醋，有点意外。灌汤鱼翅脚，好大一颗。满满的虾仁内馅，还可以吃到笋丁。龙虾味的汤。再吃个虾饺，把爆破的鱼子包裹在里边的，有点想法，更忠实于虾的原味儿。Q 弹伴随着鱼子的爆破，真脆，烂乎乎的分爪。在前面几道极为惊艳的菜品的光芒下，分爪就显得尤为普通了。二四六七七道腰果，牛仔烧麦，黑松露烧麦黄，特别屌丝的一道珍点。它里面有一颗溏心的鹌鹑蛋，牛心爆破，虾肉馅泥包裹在它的四周，黑椒牛仔骨。牛肉相当之嫩滑，比较惊喜的是垫底竟然是菠萝，加热之后它没有酸味儿。很多东西只是小细节上细微的变化就会给到我很大的一个惊喜。嫩蒸排骨用的都是中肋排，肉里的香味不会过分突出。你们快猜一猜这是个啥？山药，吃山药对身体好。蛋牛塔，咸的蛋挞。外面的酥皮千层掉掉，内里是羊肝和牛的鲜甜通过。他们家店是懂得女性顾客的心理的，精致好看且好吃。咸水饺，好酷啊！油炸的肉里外衣，里面包裹着一些的肉馅泥，像小鱼干的咸腥味。芝麻尖端，麻腿儿，我们老家的早点就会吃麻腿儿。是流沙爆浆的，有点咸蛋黄加奶黄的风味。黑金流沙包，小煤球，看看我好烦，谢谢你啊。流动性太强，它和芝麻尖端里面的面线一毛一样。又到了我们每期的可乐时间，敬我们友谊的人生。这一道精美绝伦，造型蛮精致的，这几个都不能吃。它的下腹有芝麻，内馅包裹着竟然是非常扎实饱满的虾肉泥，一个虾都好饱，像吃了一个巨无霸版的虾球酥春卷。看的是醋，好喝，咖喱牛肉内馅。冰火菠萝包，冰凉的黄油夹入火热的菠萝包体内，这一道最好刚端上来你们就立马吃。我喜欢菠萝包上面的酥皮儿，很香，甜腻的晕眩。黄油的品质很高，菠萝包是承载了我整个青春的味道。鹅肝酥，鹅肝加蟹肉的感觉，蟹肉的风味完全压过了鹅肝的一个魅力。他们家甜点做的都还可以，飘香榴莲塔，好浓郁的榴莲风味。
榴莲爱好者的福音，后厨小哥好忙碌。碧根果、雪糕，不甜。像吃了又好像没吃。杨枝甘露很好喝，浓稠的芒果汁儿，又是微微的红色，刚好的缓解了前面吃的所有的油腻感。好嘞，百香果布丁，我很喜欢吃百香果。哎呀，太棒了！那你垫底的是像慕斯质地的布丁。啊，这小熊猫好酷啊哦！熬夜有点熬得凶啊你，吃个头吧。猫慕斯不甜，它黑的是巧克力酱做的。因材食料的果肉感，不激动。提拉米苏的寓意是带我走。巧克力的微微苦涩感，绵密厚重丝滑的包体，身体还有焦糖的饼干碎。好啦，那今天的黑珍珠米其林餐厅的月食早茶就学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收藏、五八，我是八康。哇，你好独特。黑松露浓香，这风味真的太绝了。撒的是六婆海椒，麻辣冰淇淋真的不是黑暗料理哦。